姑娘们，现在是我们战斗的时刻了。嗯，军工团的口号是什么？军业军业我爱你，军姑军团守护你，就算相隔两万里，也不能让我放弃你。暖夏，你跟军业真的没什么关系啊？我可一直听说军业从不跟女生亲近的，你可是第一个。我能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是有，也是我要把他征服的关系，好吧？哇，看不出你是个这么有理想的人啊。苏暖夏，幸好军爷你还没有被这个村姑蒙蔽。什么？又来打架？君夜，你有所不知吧？这才是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我还有什么真面目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君夜，你可千万别靠这个女人太近了，她就是一个变态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照片，她穿成这个样子，专盯男人拍，不知道拿回去干嘛呢。对了，运动会时听说有人偷拍男生换衣服，这肯定也是她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她不是变态。可是他还记招收队员，让那些男的都脱衣服了，这还不够吗？我们群里都有照片的。美女，我那是为了考核基本身体素质，没准军业加入时我也要看一眼，或许还能摸一摸。你，我是不会加入的。哎呀，知道了，你都说了八百遍了。我加入。这是谁呀？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峰哥呢，一看到短裙美女就害羞。你们要是有啥问题，就问我好吧。切，这都什么人呢？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不要打扰神官招收。君夜，你怎么跟他一伙儿啊？果然是恐女啊，对校花都这么冷淡。张小强是吧？齐峰，你们俩一会儿填完表之后还需要进行测试哦。好的。走吧。好，那就都跟我来吧。